另外就两家航空公司进驻啊，我那天到民航局去开会，他进度也不是 A 也不是 B， 他进度是零啊，那零计划。所以你这个用人哦，我倒还建议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部长保荐一下我去当中华航空公司董事长，当半年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啊，有机会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立委可以辞职，我们听到了，好不好？我想很多立委转任的这个也都有过嘛，是不是？有这样的经验嘛，哈。部长也就推荐一下，好不好？